上路了，嗯，是开车不是上路。我们今天要去袋鼠岛，很期待。听说那里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园，嗯，不知道我们的运气怎么样。嗯，其实到了袋鼠岛之后，嗯，就是自驾，然后每一段路也就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，有的会更短，也还不错，就是走走停停的感觉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喽，待会儿上船见。Kitchen sink and stick a pink umbrella in your drink the way that works.
不错嘿、哎哦这俩是一个塔。是啊。好吧。哦，不是一个塔，但这个塔我们不去了，只来这个。好的。Good。我先带你去看 Cliff。那我先照一下。啊？那前面这化石吧，这化石也蛮酷的。哎，我们的稳定器没有电了，只能手持了。我觉得这边应该可以了。来了。塔斯马尼亚的比，很有嚼劲，很光水。嗯，新鲜吗？嗯，新鲜的。嗯，不错。塔斯马尼亚可能更 wild 一点，但 OK 没问题。那个是 red wine vinegar。
没有吃的，人家袋鼠根本就不理我们。那边一群人在那儿喂芹菜呢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并不受袋鼠的欢迎。过来跟我们 say 个 hi 呗。没啥互动，这边的袋鼠太怕人了。哎，数量是真多呀，但是你稍微一走近它就跑了呀。袋鼠中的战斗机，唰唰得，他把咱的去路给封了，那咱必经之路。袋鼠爸爸，给我们让个地儿呗。放心，我打得过他，他不是中部土袋鼠，这种食草的不如食肉的厉害。又去找母袋鼠调戏人家去了，后宫佳丽三千的，今晚翻人家牌了。开始录像，我等着他再飞过来，我要再挑战他一次，我给打掉。来，你来，挑战就是你，过来，过来，你个小喜鹊，还赶不动你。你还看是吧？啊，有本你跟我回悉尼，老子不歇死你！瞧给你厉害了！他偷袭我，我要报复他。尽量去借人家的灯光，已经尽量。这个小镇大概加起来应该有十家商店，然后大家都关门的很早，只有我们酒店的那个餐厅。你看，发现了吗？来这边所有的小店晚上都开灯，为了给人一种假象，就是他们这边特别热闹。也不知道什么人住在这儿。像是跟悉尼差不多。我们住的小招待所也挺贵的。啊，没事了啊。太黑了呀。哎，怎了？回屋子睡觉，准备明天。太开心，